比赛输球我们认，哪怕是0-3一局未拿，就算是技不如人。再来就是但程池炫和金佳恩赛后这样侮辱性的模仿，娇娇落泪，太没品了，扎得不要不要的，没有教养的韩国棒子，赢了又怎么样？这种人迟早会报应反噬，诅咒你们明年一路伤。程池炫和金佳恩的 ins 已经关闭评论了，马上被攻陷了。我们的队员我们自己来守护，虽然比赛输了，但强大的祖国和球迷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，继续加油，拿回来就是。输得太伤了，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，家乡父老面前，国庆节当天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毕竟只是亚运会，最重要的还是奥运会。现在输球不是坏事，哀兵必胜，中国队加油。接下去的亚运会女单签表1/4区，安喜莹、布桑兰1/4区，何冰娇、任平、蔡月、新度、许文琪、瓦尔达尼3/4区，吴金威、玛丽斯卡、大哭彩、戴资颖4/4区，金佳恩、李美妙、杨佳敏、陈雨菲，菲菲别让金佳恩活，当然他还指不定能和菲菲交手，韩国队不值得尊重，真垃圾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